跟你一起没有以前那么舒服。对，你能不能用一点心思在工作？我遇过一个老船长，很爱尖叫的，就是不合你的意。比如说，他常常就说他要我陪他一起去工作，他在打工，他要我浪费我的时间跟他一起打工。我说不要，我太累了，我有其他工作了。然后我又说不要，我太累，他就。他电话里面就直接这样尖叫，然后我就说你干嘛你干嘛哟，你不爱我，这么戏剧化，可能真的他非常非常爱尖叫，他只要不合你的意，他就尖叫，尖叫机太过 sensitive， 对对对，以前是一个超级控制狂，就是有这些经验，然后而且你的眼睛看起来就是很会控制，对，而且很惊讶。有点惊讶那种控制，惊讶状。对，但是我有个特点，就是我都可以把我所有的男朋友培养成演员，职业演员。哎呦，怎么说？就是以前啊，我非常爱控制，比如说他连骑摩托车出去，我都说不准骑车，因为他骑摩托车就会载女生。我说你给我坐公车出门。嗯。所以啊，他就乖乖的说，哦，好啊，我今天要跟我的一些女同学啊出去啊，干嘛的？我把摩托车停在区公所的门口，我坐公车出去哦。哎，我也。不是一个省油的灯，我直接去区公所的门口找他的摩托车，结果控制狂，我看了半天，我看不到那台摩托车，我就直接打电话给他，我说：“喂，你的摩托车呢？”他说：“有啊，我停在门口啊，不见了吗？”我说：“不见了，你的车呢？”然后他就说：“哎，完了，被偷了。”他开始跟我演哦，他说：“被偷了，我要赶快打电话给我的那个骗诊断。”对，他说他要打电话给他妈妈，他妈妈当里长，他要让他妈妈带着一群立委去找他的摩托车。拖车，然后我就真的相信哦。结果后来我还很紧张，想说，哎，摩托车被偷了，我还问候他说，哎，后面怎么样？他反过来骂我，他说你神经病吗？摩托车停在正门口，你还看不到啊？睁眼说瞎，睁眼说瞎话。哦，对，所以我觉得我越控制，他反而越严寡妇出高差了，真的越严苛哈，对，对不对？他就想要被偷了，所以真的不能这么控制。我有一任。他以前啊去上厕所，电脑的 LINE 都不会登出。有一天开始离开而已，要登出哦。有鬼哦！离开位置就离开位置要登出哦。有鬼了吧？然后呢，他还不给我他手机的密码，我超变态的。我想说，到底在聊什么？聊到说你不让我看你的手机讯息，我还想说我要装针孔摄影机偷拍他的电脑画面，看他在聊什么。哇塞！等下被逼的，被逼的都是被逼的。你做到这样子，那我就要做到这样子。但我后来没有买，因为呢。他有一次忘记登出了，我就去偷看，结果可精彩了。我手机先拿起来这样偷拍，我有一天就要开他副本。如果他再给我 gay 归 gay 怪的话，他再给我太 gay 笑的话，我就要给他开副本。他聊到怎么样呢？有人用 IG 的假账号来私讯我说：“你男友跟别人在外面聊色，你都不知道，可怜。”聊色哦。后来我就给他说：“你手机拿来给我看，我收到这个讯息，你给我看。”他一开始还理直气壮说：“好，给你看啊，给你看。”你知道什么？他都理直气壮吗？没有，他隐藏讯息。我就是考古学家，我教各位女孩们，你们的 LINE 可以去隐藏讯息里面，然后把隐藏讯息解开，看他隐藏的什么讯息。都是犯案证据。对，我就是考古学家，他真的在聊色，而且他跟他的前任聊色。哦，而且你这个术语很专业，就是聊色。对，他们聊什么？专业聊色。我记得你那时候很会流汗哦，我记得你那时候很会发出一些声音，说好美好这样子，谁可以接受？而且我可以接受。那怎么处理？分手吗？我就直接跟他摊牌。他说他那时候还理性说：“哦，你翻我的手机，你要跟我道歉哦。”说我真的都没有对不起你。他觉得他到现在都觉得他聊色没什么，说我就没有跟他怎么样啊，我连手都没碰到。啊，那就纯粹是意淫喽。是，没有意淫，他们在美好，他们在回忆他们以前那种很美好的床事，谁可以接受？我就活生生在你眼前呢，你为什么要跟他回忆？那你们就一起去那个啊，情侣吵架。你要记得一个基本原则，你要往未来吵，哦，不能讲以前。你往回吵这就不行了。情侣吵架如果有另外一个，如果有一个第三者，那这一组结束。对对，信任从此瓦解，不可能再跟这个人在一起。而且你要怎么相信他？跟你现任这个男朋友，这个男朋友跟他的前任，他跟你一起没有以前那么舒服。对，啊，我没有讲这个吧？我也蛮
舒服的吧？哇，而且我想要补充一下荒姨，因为不只是隐藏功能，广大女性记得连 Line Room 都检查一遍。对，她可以看她的通话记录。因为我曾经是，我曾 Line Room V O O M， 有点像现实动态。对。然后我有一任男朋友，就是我过度的放养，过度到呢，有一次我在帮他调整手机的 Line 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下 Line Room， 哎，点下去，哎。怎么点开来，通通都是哥哥今晚要约吗？哦，哇，全部都是那种就是越南啊什么什么。但是为什么你会帮他调整手机的？因为他想要我帮他就是调一些 LINE 的功能，是他主动叫我帮他调。然后他干嘛自己？因为他也不知道有这个功能，就像大家可能都不知道。结果呢，被我刚好看到，我想说，因为那个都是要好友，好友有在发，他才会出现在你的版面上，所以我才发现他有很多。好友在哎，那我也想补充，还有给各位控制狂们一个很好的建议。LINE 里面啊，通常通话讯息是从通话记录那边删掉就可以了。推广，造福广大控制狂。LINE 的抓奸系统，它通话记录是一把手机删掉就没了。你用 LINE 的话啊 ，LINE 你把它的那个 LINE Room 关掉，它会变成显示它 LINE 的通话记录，所以它手机里面通话记录删掉，它 LINE 里面的不会删掉。对，这招我知道。它 LINE 里面还是可以看到它跟谁讲电话。那不是叠对叠，叠对叠。各位，你们能不能用一点心思在工作？对啊，控制狂。我觉得我离这个好远，搞一些有的没的。控制狂的好处就是我们心思这么细腻，当然我们其他事情上面也会很细腻啊。